内地配音演员姜广图上年被爆因为商业经济纠纷涉嫌刑事犯罪被调查，他为近400套影视游戏作品配音，可以说是配音界顶流。而有网友发现，由2007年至2016年近10年期间，他为刘海威配过20几个角色。有指如果姜广图最终被判决有罪，他配音的几百部作品就不可以再用他把声发行流通。网友就表示担心刘海威这几十年会不会都是白做。最大的受害人原来是刘海威，他几乎所有剧都是姜广图配音。